迈入第16年的大小麦产业文化节连假登场，而在好天气的加持之下，涌入不少民众餐具，现场车水马龙。而今年以与小麦相关的立体装置是最为的吸睛，有用上了10万只小麦插出的麦墙，还有浓情满点的七彩鹊桥。而今年的活动更扩大到麦根小学堂，设计有麦田迷宫，还有祈福专区，要祝福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。这一系列的小麦文化活动加上在地团体的接力表演，像是有上峰国小的独轮车等，炒热气氛，大小朋友都玩得不亦乐乎。上峰国小精彩的独轮车表演，还有阳明国小的动感扯铃秀，接力为大雅小麦产业文化节揭开序幕。而这个地方盛会已经迈向第16届，一样是充满童趣魅力，以立体装置艺术最为的吸睛，像是有10万小麦插出的麦墙，还有彩色型鹊桥，人气都破表。用爱情元素的装置艺术啊，里面有我身后的鹊桥啊，还有一个 LOV 用10万只小麦插出来的麦墙啊，还有一对大天鹅，另外还有一个新型的拱门，还有象征圆满的一个地景。大雅以产小麦闻名，栽培面积有150公顷，也与金门县农业试验所进行小麦契作，品质深获肯定。而希望将地方的优质农产与文化结合，多年来透过产业文化节包装，吸引观光人潮，也借机行销。反面，大家看到有信吗？哪有信？搞得所有人都怕的半天。小麦就进入正常，啊！这小麦呢，拢是都用了咱金门就制作进来。金门高粱啦，我咧百叶小麦，我讲起来品质做家务，看看产品做对不对。活动现场车水马龙，一系列的小麦文化活动让大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。像是这一款迷你谷仓 DIY 就是以小麦堆叠出，而今年的活动更扩大到麦根小学堂，让大家在黄金麦浪当中进行迷宫游戏，还有现场祈福，别有一番风情。今年就创造一个体验式的麦田，那不只是麦田迷宫，然后里面放了很多我们古老的我们的农机具，那我们农用具，那可以让大家互动去拍照。那我们也创造在里面创造一个新型麦田，配合我们今年的情人节的一个一系列连假的活动。麦田可以让小孩子到处奔跑，然后我觉得这种麦田风景很棒。透过产业文化活动来打响大雅地区农特产品的知名度，也提升农民的生活收入。长达16年的地方老活动不断的推陈出新，也让人感受到春天不一样的小麦风情的魅力。这里叫台中采访到。